那么下面分别说太藏界的三部，第一个是佛部，是于国上离之居住，那佛还参与这个法会吗？要参与。在哪里呢？注意想就明白了，在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全是诸佛，你看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天台大师讲六级佛，就佛有六种，啊，六种里面，从上面看，最高的是究竟即佛，那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妙觉如来，他们住常寂光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分真即佛，他是成佛了，没有圆满。啊，哪些人呢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分真即佛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佛部里头是哪些人？用华严经上来讲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是佛部啊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是佛部，那底下就能想象得到了。方便有余土是莲花部，凡圣同居土是金刚部，不就很清楚了吗？啊，分真即佛了。啊，第三种叫相思即佛，不是真的相思啊。相思即佛在哪里？在设法界。设法界的四圣法界最高的佛法界。啊，那在哪里？凡圣不是方便有余土。啊，那在六道轮回里面呢，这最高的位次呢，不是相思即佛，是观行即佛。观行即佛，他修行功夫真的力了，能够把烦恼扶住没断啊，观行即佛了。我们常常所讲的经中所讲的功夫成品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如果是事业心不乱，那是相思即佛，理业心不乱，那是分真即佛。